两周前我们教会的放映的 projector 停止做工，感谢神，我们的堂务同工们他们立刻去采购并且装好了，上周我们试验过了，今天在年庆的时候我们能够使用一个崭新的一个放映机。在这个年庆的施工的中间，我们的总务同工们他们特别的辛劳，在一切的品质上面来支援我们，求主纪念我们的堂务施工还有总务施工、总务同工和堂务同工他们的爱心还有他们服侍主的辛劳。另外一个补充的报告是，今天下午1:30到2:30，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年轻的感恩的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中间，我们一起来感恩，并且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也为个人祷告。我们这个祷告会是感恩与展望，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参加。我们是在这个大厅中来举行，然后我们会有分组，也会有一起的祷告。好，小青弟兄继续来为大家报告。好，大家好。我今天早上我就是特别的有感恩哈，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就是从远方的，从各个地方来的。我就是希望我们每天都能这样，就太好了哈，每天都三四联系。好，我想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要特别的请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我们想就是你们站起来。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弟兄把这个话筒传过来。我们这个两周以后，我们有个教会的秋运会，秋运会是黄子佳牧师来带啊。那是黄子佳牧师是这个主题是这个从罗马书看这个蒙福的人生。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见证了主这个蒙福的一生，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这样的蒙福的人生要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信靠耶稣而蒙福。然后呢，我想这个待会以后呢，我们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礼品，教会准备了的那个杯子，我们感谢主是牧师的女儿精心的设计的杯子。如果这个弟兄姐妹和新来的朋友，你如果能够留在这里吃艾叶，那是最好不过的哈。我们有特别的艾叶哈，今天我不介绍了。但是的话，你如果不能吃呢，我们希望呢你在12点，可能是12点，就是说待会儿我们的分享结束以后呢，你到那个会议室那里去你能够那个人家看到有弟兄姐妹在那里，你可以。先把杯子拿到。我们原则上希望呢，一个家庭两个，如果是单身的，希望你就拿一个就好了。以后还有这个单身的需要再给你好。然后呢，如果是有特别的如果你都不能够参加我们待会儿的这个感恩见证分享，你马上完结束就要离开的话，你又希望要一个杯子，那你就特别的找我，找牧师或者找谢长老或者找敬松弟兄，好，我们这是特别的。然后还有就是，然后是99年离开的，今天我们在空旅，已经回来很高兴，对不对？好，感谢主。各位弟兄大家好，我是齐立国，我是廖少林，我是84年来这儿，我们少林是86年来这儿，我们88年在这边教会结婚，然后我们是97年神带领我们来这儿，就是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这次能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脱敏，真的是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我们心中只有对主的感恩赞美，谢谢大家。好。好，我叫吴浩，是我的妻子秀芳，我们是在这里来，我来过在这待半年多，我现在在这里，我说我们是
2019年在去教会拆派去了那个北京的神学院念书，然后现在我是在美兰基金会的北美事工部做那个宣教牧师，是在维斯拉佩就是恒大学子堂。感谢教会关注在我们很高兴感谢你来了，谢谢大家。好，感谢主，感谢主在五号会中啊，就在我们中间。
时间关系，我们希望就快一点，好不好？啊，后面不用，你们这个是我妈妈，那王春英是来自中国河北，然后来这边帮我带小孩，带6个月。好，谢谢大家。好，欢迎啊！还有一个小闺女，好好。我叫杜新莲，我来自祖国的北京。因为我在这里有一个很短暂的这个岗位学习，经理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很高兴认识你们。好，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就坐啊。好，你们就是三位。来，这是因为有事啊，那牧师啊，执事们就有事不能来，那他要整送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快，那现在。请郭弟兄代表纳城教会